选择从模板新建命令，新建一个信纸文件。创建一个句型，载入渐变库，选择余化命令，调整不透明度。选择直线工具，按住 Shift 键创建直线，打开描边面板，选择虚线选项，按住 Shift 键向下拖动直线，按住 Alt 键进行复制，按 Ctrl+D 复制更多的直线。放入花朵、素材和文字，进行装饰。